目前38岁的张柏芝和谢霆锋在2011年离婚后，两个孩子由张柏芝抚养。单身后的张柏芝这些年来也时常传出新恋情，最近张柏芝突然被曝生子，关于孩子爸爸的传言也有很多。香港媒体报道，张柏芝和一位65岁的新加坡富豪感情很好，她的家人也非常喜欢张柏芝的这位男朋友。大家第一时间猜测孩子的爸爸是这位富豪。据悉，这位新加坡餐饮业的富豪曾有上市公司，对张柏芝出手阔绰，对他的家人也很好。不管张柏芝第三代的父亲是谁，在这里我们都要祝福他。毕竟一位母亲抚养两个孩子实属不易，而且要辛苦生一个家庭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。毕竟她也是个女人，也需要家庭的依靠。虽然作为当时的金童玉女的谢霆锋和张柏芝结合被很多人都看好，但是事已至此，我们依然要对表示祝福。